了，北方了，哇，越高哦，越高。下雨不方便。来，姐姐你好，在后面看哦。尾巴还没干好不？还是 OK。尾巴还干吗？哎呀，你这个比较大。你要的话，那个一公斤一百五就好。大不大？尾巴是多呀，那个一公斤一百五。这个比较大，这个一公斤200的。欸，因为这个是黄土的，这个是有大，它的肉会比较大。嘿，有大，咱台湾有大吧，泡干好啦。就是那个肉，对，肥仔，一起那些的，所以这个肥多。对哦，你要的话，这个三公斤500块，550的。500元姐姐啊，要不要跟阿姨买个甜虾？要吗？那里全部1000块，红红虾1000块，那这里全部900块，全部1000算900哦。来，要什么都便宜卖哦。来看各位朋友，鲜花白鲳、虎虾、大虾、小虾、红鲟都有。来，要尝尝看哦。红鲟要吗？这家我自己煮饭。老板要鱼要虾吗？陪你卖。要什么都可以问问看哦，虾章、红头都有皮卖。要什么？我自己签嘛。对啊，啊，我可以买2只就好。5只1000哦，代表1只200块啊，你要买2只对不对？400块了 ，OK。好啊。金木炉。青木，它刚才是火的，对啊，它还在动。还给你放的，因为我们放上去放很久，也还活着，生命放快2个小时了，好强啊！来，虾子要吗？还是要红烤都要别卖哦。才100多块而已。哇，要吗？对呀，谢谢哦。大家要一点。我们看哦，啊，不要吗？啊！你大概拢拿这四支来啊！啊，以后感觉嘛是拢做这啊，也无变较。那有，你进前都无这啊，对吧？进前嘛无这，无白相。进前嘛是有啦，只是我无落来摆，我拢熟悉客人的较济。直接买掉啊！来吧，来吧，来上。哎，我买那白鸡公猫吧，是不是阿爸嘞？3公斤800块可以放一个礼拜，那这个一盘1000块都算900块就好。
后抽那边全部五百，后抽全部五百块。身上只有一百，可以带一百吗？我可以带一百吗？啊？用袋子装好还是用盒子？袋子装就可以了。哥，要跟我买什么啦？下次有人在后面等一下。一千八，那多算一千。还一样吗？
要打开哪一个？先吃看下，后盖盖底较济济，你来用进。慢慢。这是什么、啊？这是什么？琵琶。琵琶鱼哦。来看一看哦，来吧，哎，一公斤100块哦，啊，开始。给你看，漂亮。哎，老板，有点好。你给他们。